选手你好，首先面对镜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叫张泽豪，那个在上海训练兼职拳击教拳什么，你们需要训练的话找我。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格格巷隆中斗的比赛台上，请问有什么样的比赛感受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刚开始觉得对手没那么强，后来发现对手还很不错，然后应该每次认真对待对手，然后就这样。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选择成为一名职业的综合格斗运动员的呢？强身健体，保家卫国。那么你认为一名优秀的格斗选手所必须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就坚持吧，然后家里钱多一点就能坚持下去。在你的职业道路上有遇到过一些误解或者是负面评价吗？你是怎么样去应对这些的？有挺多的，就是做自己就行了，你做再满意也有人不愿意，做自己对的事儿就行。好的，感谢您接受采访。